已经开了一个小黄花，这是公花的部分。那前面呢还有一朵是母花，啊，这一朵是母花。OK， 这是我们家的冬瓜呢，确定呢已经要开始开花了，加油咯。这是咱们家的南瓜，也开始陆陆续续有花苞了，这边看起来呢，应该都是公花居多，还没有看到有母花的花苞。OK， 加油咯，反正大家一起努力吧。太阳光大了，它这个所谓的这个夏季的瓜果呢，就会长得非常好。这是我们家的杨梅，嫁接几乎都成功了。那最近呢，可能我们就要对它做一些整治，因为它本来是倒掉的嘛，现在可能要对它倒掉的侧枝呢，做修剪，然后只要保留一些有嫁接的这些砧木就好了，其他的呢一概呢把它给剔除，这样的话呢看起来会比较漂亮一点。OK。这是我们家杨梅树嫁接成功以后，预计呢，我们要找个时间来跟它做修剪喽。